奇怪，老婆家庭在家啊，无看人，会走倒去。我听讲伊无伤着，只要有香水，送我去便宜治疗。伫个路下，我一定能找到机会逃出去。老婆呢？走来看一个受伤的人，一定哦，是咧暗藏什么秘密，惊人知影。给我三分钟的时间就好啊，给我好代替阮这间饭店甲恁回失的啦。我是要针对罗在兴，啊，你想准备硬出头啦？不是，我是相信谁要甲你回失的，我拜托你停咧，听我讲一下吧。老公，所以这顶头恁三个迄手印哦，这顶一代罪孽，拜好后一代来担，对将军上过无公平啊！不然算江夏人保管啦，这皇太的责任就应该是你来担。这里，对不起。车顶阁有载什么人无？是阮干爹吗？你在伊倒位？哎，拄只一个人哦，啊，唔知乌白行去倒位去啊！啊，我甲司机嘛拄啊在找伊。老兄弟后生啊，敢讲伊就是拄只老婆胡条迄个人？别个说话，紧张来！紧张啊！小弟，啊啊啊！恭喜！加油！